1月16日晚，谢楠在微博晒出两张照片，并配文称一边喂奶一边锻炼平衡力。照片中，谢楠趁小儿子吃奶时将玩具放在他头上检验平衡力，如此会玩的亲妈令人哭笑不得。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孩子永远不知道自己睡着或者吃奶时候在经历什么，生孩子如果不是为了玩毫无意义。哎，这不是娇兰刚出现的扭蛋吗？大嫂队长还是这么优秀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